车按住脑袋，叫他别闹，别闹。让小倩的手就很欠，这里拍一下车祸，那里拍一下。哎，好无奈。妙子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宝宝太难带了？跟你小的时候是一样的嘛。你看那个手。猫小倩的手一直在很欠的拍吃货，哎呀，又可爱又欠，你说有什么办法嘞？啊，妙子，要不你走的？哎呦，你拿我来出气！